手运会的现场，一开始想要先请四位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混怪路西人。掌声鼓励，谢谢你们，太开心了。我很好奇，我很好奇，四位你们应该都有看过电影了吧？毕竟这一次的宣传曲是你们为这部电影量身操刀制作的。那我很好奇，你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，心中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因为我看故事里面一样是四位女主角，一样都是经历成团、出道、成名，而且大受欢迎，跟你们一样。那我觉得你们看完之后应该心中特别有感触。我想请你们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在场的大家，大部分都还没看过电影，切记不要爆雷。 OK， 这个江湖道义我们懂的，我们懂。好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 V。 然后我在看完这个成为星星的少女之后，其实心里面真的很激动。因为其实我们在成团初期也是有经历一些有一些困难，有一些要克服的地方，然后其实跟成为星星少女里面他们也一样，也面对一些困难，然后一起努力的解决。其实我觉得想起很多回忆，蛮激动的。懂，了解。看着电影里面的角色，有时候觉得好像就是在演自己的故事一样。问你嘞，我自己的话，觉得看完之后非常非常的热血，因为我看见就是女主角东游雨，其实她非常非常的勇敢的去追梦，然后在这过程中呢，然后她就遇见了伙伴们，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伙伴们一起追逐梦想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热血，推荐给大家。很感人呢，四个人一起同心协力，四个人就在同一艘船上，船上的另一位林怡，欢迎跟我们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怡瑞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哇，真的跟我们四个非常的像，然后我看了就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是，所以我就也写了许下心愿这首歌，其实就是想要鼓励大家都可以勇敢追梦，然后像女主角一样，就是许下属于你们的心愿。太棒了，听完之后我现在有点热血沸腾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想原地出道，原地出道，原地出道，太感动。欢迎加入你们吗？不是，东南西北感觉已经很完整啦，还有中八百，我想要中，对中，那我当发的好吗？而且你加入，我们可以直接给你 C 位。OK， 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关心就是这么暖心，就是这么贴心，好不好？预定你们东南西北有了，我就是预定中八百的位置，好吗？小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卫。然后其实我觉得，这部电影里面他们之间的那个友情啊，其实是我看了觉得非常感动，因为就是他们可能会一起玩，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，对，就是大家不能剧透，对，快，我们不爆雷，做一些事，做一些事，这些事情，什么事？你们等一下自己看的，对，不能剧透，就是看着其实也觉得哇，也很羡慕他们有这样子的友谊，是非常的难能可贵。那我知道，因为这一次宣传曲算是你们为了这部电影量身制作的，听说同时还编了一些应援动作，是吗？也不能说算是编了一些动作，就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小巧思，应援小巧思。哦，那今天大家有这个荣幸可以学一下，就我们想要学一下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听到这首歌，我们想要跟剧中你们四位一起比较融入在这个音乐里面，可以教大家一下吗？没问题，就是大家只要把你的右手举出来之后呢，把食指跟大拇指中指需要，中指呢？中指留着，中指留着，先暂时休息一下。中指留着，对对对对，不要比啊。对，然后把它粘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爱心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嘿嘿嘿的桥段，所以就可以大家一起嘿嘿嘿这样。懂，对，发送爱心，没错没错。所以等一下，今天就会有嘿嘿嘿，我们手就一起嘿嘿嘿，这样吗？不管左手右手，只要比一个爱心也可以。OK， 哦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女子团体加上爱心四个字无懈可击，太棒了太棒了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没有懂，没关系，我们跟着音乐，跟着音乐来一遍，大家比较一目了然。来，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放音乐吗？我跟着你们一起。这边还有吗？还没，还没。OK。Hello。嘿嘿嘿。我好想看一下，想看。
现这一个动作非常的浅显易懂，而且张力十足，而且大家收到你们的爱心那个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美妙。刚刚第一次台下已经很多人有抓到诀窍了，那我觉得再一次，因为刚刚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刚刚开始学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大家一起完成这个应援动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可以再帮我播一次吗？我绝对不是因为我自己想看他们四个人再跳一次，我澄清一下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把声音喊出来，就嘿嘿嘿这样。哦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刚刚喊的够大声吧，小薇？有有，超大声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喊，好吗？嘿嘿嘿 ，OK 吗 ？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激动了。来，音乐请下。怪物新人教我们这么一个具有冲击力的应援动作，太开心了。那今天在首映会的最后，我可以邀请你们跟在场的观众朋友来一张大合照吗？好吧，今天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，我们大家聚集在这边一起欣赏这部成的摄影机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比一个动作好了吗？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跟我们刚刚的应援动作一样，比个爱心。在激战齐聚一堂，一起来欣赏这一部《成为星星的少女》，非常非常非常发人省思的一部电影。我自己看完哦，我觉得它其实内容很深，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，真的很深，非常非常深。因为毕竟大家还没看过，我实在是我很怕我自己不小心爆雷，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确定，大家会越看越起劲。会越看越起劲，哎 ，OK 吗？那我们，但是。